偏偏像你一样画，没有比较好看的哭的表情。哥布林为什么不哭呢？哦，完了呀，完了个蛋呀！我靠，电脑自动熄屏，我醉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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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熄屏就会卡一下，没有设置好。还射到键盘上。隐身牛逼，回头妈电法妈，哎呦，这地狱龙剪，再补个雪球，再把一个滚筒解掉，看他会不会跟兵。关了雪龟，完了完了，没粮，还没粮，还没粮，下毒药了，四十秒钟，我这波肯定要下超级的，不下超级吗？怎么还不下超级呢你啊，我靠，关键是他还能守住我，我射一箭没射到，有点隐身，16秒钟，他伤害没我高的，他血量没我高，哇，哎呦，我差点被冲进来了，
稍等一下啊，这电脑老自动电按，屏幕自动保屏。记得关键盘，记关键盘，对，我只要记对面的电法，电法跟它的超级对啊，对面这个这套卡啊，其实我每张牌都要记的，比较难记。匹配啊，等一下，我要设置一下东西，我要设置一下东西，不然屏幕会卡住。这把可以先打啊，先打，先打。点伤害都没有掉，他要丢火球吗？他可能会丢滚木，人家丢了滚，他滚木还没过出来。飞路就左边下阳啊，红路就下火球，飞路就阳加滚筒，把这个亏了，下裂了。我铁人打进去的，前期就一直要丢火球房，因为他俩不敢裸阵我，桥头下有五零就肯定被那个速递给解决了，只能成。哎呀，我操！怎么会漏一只呀？完了，这波完了，这波他完了。我手晚了，哎，又杀圣。看到一张传奇卡，